这个球打到在游击方向，哇，直接是一个平飞球进手套，詹志尧遭到接杀，这球结果没有办法有得分的效果哦，因为直接进游击手的手套的垒包上面的两名跑者必须赶快回去，打得非常的扎实，稳击败，打到游击的正前方，对，移动了两步就进来了，跑垒员都做得不错，安全的距离掌握得不错。良好球没有坏球，现在球数是投手取得绝对领先。外角球，哇，这个球被吊中了，挥棒落空，哇，结果闷头厉害哦，厉害。虽然被对方攻占了二三垒啊，这个没有人出局，但是来一个滑球，对，被骗了。两好球两坏球，二三垒上有跑者，这个球挥棒落空，大饼林月平救援成功啊！哇，这个球呢是让打者掉中了，挥棒落空，来了一个再见三振，也结束掉了这场比赛。最后的比分呢是6-2，统一狮队今天赢球，在桃园国际的棒球场终于拿下了胜利，也终止了最近的7连败。